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，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耶！没有，太高兴了，好久没有出门了。电压俊啊，今天不是开车，很稀奇。今天我们拍一集科比旅游片，到底科比都跑去哪里玩？没有了，我们今天要去接收一台接收车，可是这次就比较远一点，嘉义。我没有去吃鸡肉饭啊啦，正水鸡肉饭，到底他吐我关的水。今天你看，中午十二点我们就出发了，今天又在外面鬼混了一天了，才刚开始要鬼混的，要先急我进去买票，万一结果这边等到四点了都没鬼混到了，然后凶将就冲上来，好可怕啊！好了，我先去买票。好了，我们要上去。我上次看到一个新闻啊，有个女子坐这个电扶梯突然停电了，她被困住了两个小时。对啊。突然头卡住了，他被困住了两个小时，他不能动。看到新闻我就很惊讶，如果是我，我就去救他了。啊，你看包了。啊，熊好不要嘞，因为我们是包起来，看前面有没有人，坐到最后面。来，你坐里面，你 A 我 B 嘛。好了，那就是睡觉了，应该是好天气了。好，我们就去吃咖喱的鸡巴饭。是先收车。好，先收车，好，先收车，好了。休息了。耶，你看，啊，这不是关机啊，这是家己啊。我们等下去看一下车。客人说在Starbucks的外面那边停车场，我们赶快去找他了。好，不要人家等太久，因为他等一下要上班呐，这不就约大概这个时间。车有锁吗？那车间我先看一下。你要买东西哦、喔。泰山，你看每次都还没估到车，人家都伴手礼都准备好了。我们先看一下。泰山，这个很好看，一看就知道哦，这1.6的。为什么？2.0是斜的，引擎是斜的。等下开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安全的疑虑。会不会太快？啊，这就没怎样，这快速看一下就好了。有备品，那个有备品。这个好处，这个东西都不贵，那个里程数27万。快28万，可是还好啦，以头打来讲，28万等于是别人车大概就是18万左右了。是哦，对啊，机会冷吗？会，一定会的。头打已经赢一半。然后对了，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啊。那我跟他点一点，写一写就好了。好啊。再次感谢一下许先生嘛，对啊，这边我再缴就可以了啦。好了，因为刚刚车主在，我们不要钱，我们现在直接讲明白，这个车就是缺点啦，就使用一定有痕迹嘛，嗯，主副驾我觉得后面都还蛮漂亮的，副驾也有一点，主驾会比较严重一点。你是刚稍微瞄一下，我觉得应该算还好吧，这应该直接环岛应该没问题。这个一般来讲哦，它还是会漏油，漏油大概有三个嘛，胶管、油底格是常见的嘛，啊，都是曲轴油封嘛，曲轴油封的话，反正它变速箱它离开那个就会比较容易遇到问题，大概这三个嘛。这看到像是，对啊，胶管的，胶管的，对啊。刚看车头是觉得还好，因为有绕码，不然水箱胶就没有中，一定都有号码的。哦，有号码就就是撞过，对，嗯，啊，这车真的耐开的一台神车，哦，皮带看起来都还 OK 啦，啊，还看得到字耶，对，看得到字啊，抛油有漏有没有？在最下线就沾到一点而已，如果不够的话，人车就会有声音，因为我这次开比较远，还有老车，我们还是有水还是检查一下。油很干净的，你看，哇，有啊，正常是用干的卫生纸，我们有带过卫生纸。水呢？加，
不会啦，好啦，这些都有在顾哦，水箱、风扇，嗯，这都换过。通话有马西呢，好，没问题。我来讲，给爸分到那地家，没吃饭。我先缴钱好了，缴完我去吃个饭好了啦。这什么？哎、欸，电动遮阳帘呢？我想问那什么东西？你看后面，哦、还有这个呢。对，来啊，一二三，修。哟、哦，不快吗？哟，哦，好酷啊！我想问是什么东西？按的是。这应该是以前家中的雾灯吧，我猜的了，没有反应。好了，先去吃个饭，再上去。啊，我卡等你。本来呢，我们要去吃鸡肉饭，但后来发现去 Google 应该不太准，所以我们决定问一下在地的计程车司机。刚有认出我们，所以应该比较好问。不爱跟你讲，不爱跟我讲。我问到处想我吃。哦你姐我肯吃，早餐你等。没有，好，没办法啊。你看你问一下，在地总好吃的鸡肉饭有无？对啊，东门有鸡肉饭吗？我怕东门多脏。对啊。我你找一下。就很难吗？16公里，太好了，找一家一起喝。谢谢，感谢啊，感谢啊，谢谢林大哥，谢谢他的名牌了。好，那我先，好，谢谢。你那真爱我，我当我病，有无？叫贴心的呀，拢改装以后，没事，手机不要买那么大只嘛。他知道我需要，看起来还蛮稳的。说实在，1.6是省税机，如果真的要好开，是2.0才好开，可是税金会比较重。他说车是顺顺的，闷不下去就会冲，可是他没有办法冲很快。如果你要快，买2.0的。啊，我觉得这个代步这样开，这个是够用的。那个时候这种墨绿色的是很当道的颜色，就像当现在的混动红一样。那时候就没有买这个，就是好像就错误的感觉这样。啊，记得一下年份是什么？1999就像2022了，人家这样23年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差不多23年，好，29万，你合理啊。哦，如果考虑到周围都是这样，算正常。就我常想，你看放手开，有时候你看它还可以一直执着。放手是爱你。这样的，我们台北，你看红绿灯这样看过去，就整排都这样，你有看过吧？整排都是红绿灯，都看到看不到尾巴在哪里的。对。新的棒叫酷约另外哇，就不会那种紧凑的感觉。其实说实在，在台北那个步调都很快，不知道在快什么。有空你有机会来，你那么赶，你要干嘛回家？一般通常回家嘛，回家干嘛？不知道，我就要记得回家。不管是走捷运有没有，我赶紧呢，他都快车打我，一直冲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都在挑战自己嘛。我10点上班，我9点半出发，哎，觉得时间。有点重嘛，再挑战35分看看，哎、欸，还是可以。那挑战40分呢？哎、欸，还是可以，对不对？如果挑战剩下15分，如果慢一点就知道哦，那就是15分就极限这样，都是挑战极限这样。但是应该有经验的。看来看去，我看到唯一一栋最高的还在盖，对，还在盖，还在盖。对啊，我觉得他们这边应该跟宜兰差不多。假设在地的应该都说，弯刀会懂啊，会懂弯刀。都是整栋的，很少会住在这种高楼大厦。像五贤，我同学每个人嘛都是哦，弯刀黑啊，三老婆啊，两老婆啊，几老诶，类似的呢，都是这样。不然就是整排啊，我隔壁大背一背三背啊，那叫排。好像都会这样。对。你的汤来了啦！哦，汤来了哦，差点把它喝了。你看苦瓜有看到？你知道有几个笑话吗？去应征的时候有没有？老板，我可以吃苦，就把苦瓜拿出来，就这样啃。啊、嗯！哇，不能吃苦，好，录取了。好，不是回家，回家吃了。好，鸡肉饭。我有点放慢了。哦，这一碗可能不够、哦。如何？问我不准啊！只要是可以吃的，我都吃得完，因为对吃都没有很研究。万一我吃不完了，有没有？那家店差不多快倒了。哦，空心菜，对，鸡肉，对，你的鸡肉，它的豆腐，豆腐。好了，开吃了，继续拍哈。这间好像算连锁的吧？蛮有名的，然后隔壁已经在吃饭，
好快哦！我要再添一碗饭。第二碗，我有第二碗。好加，我早餐吃完了，现在是五碗。不加吗？你要怎么估？四碗饭加这个是鸡肉、空心菜、鱿鱼、鸡蛋豆腐跟这个嫩豆腐，还有一个汤，这样多少钱？好了，我们用讲的就好了，不用猜了。在台北这个最少要150吧。这个50-60，因为它蛮大份的哦。这个最少要80，几票？这个应该还好，这个大概50，这个2块、3块加这个，这大概50，这样多少？加个汤40块就好了。哎呀，饭没算到，这样大概600多，不要把明天的份吃一吃。你以为这个是在吃寿司啊？这个420找600，然后扣掉饭刚好，还蛮接近的，蛮接近的。好了，吃饱了，上路吧。啊，吃光光，真的。啊，这个你没喝完。Yes， 走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Ultra Dash Z3，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这个要试一下椅背，它椅背有时候这一台的通病就是椅背会咬死，你的会动吗？我试一下。仰卧器啊，刚刚忘记试了。哦，哎呦。哦，你这样太故意了。那这台有什么通病？其他还好嘞，没有什么特别的通病。超帅的，帅帅哦，固定都不见了。后面这台303超帅，圆灯呢，我很喜欢圆灯的。前面有一个出不定，这也是帅哥。以前我真的是梦想，有没有开了长篷车，2006，戴个墨镜这样出来，超帅的。我已经完成一半了，没有墨镜了。耶，我们到了，回来了。我跟你讲哦，厉害，引擎盖还是冰的，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啦。真的、欸？为什么？只有唯一的热的只有大灯，大灯热的，因为有大灯没有很热、啊。我刚才摸到，我吓到了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的车都会发到会烫啊。好，那你开起来感觉如何？开起来哦，有史以来底盘都不用修的一台，都没有声音啦、啊。漏油有啦，漏油要看一下，底盘没有声音。走 ，Go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公益车，记得好像我拍过，可是我忘记了，因为放比较久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好了啦，寻一寻，这次就可以上架了。欸、你知道这是新型的哦，新型的这电动比较宽哦，有一款是薄薄的，这个比较宽。我们外表先看好的啦，其实还算不错，屋顶，对吧？屋顶这边有点白白的，这边也一点点。对，主要没有那种像上次这样哦，弄到那些一些老皮啊嘞，完整度算还不错。妈、欸、妈都金细细耶。有啊，这边这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嘞，它之前也有稍微弄到了，只是说还算不错的啦。它主要都是这样一点点一点点，对吧？对，刮伤这样难免的啦。皮椅算的还可以啊，驾驶座一点看黑漆漆的，这边也会啊，一点点。这边有一点啊，我们先把它弄到完美一点。如果客人很要求要换掉，我们再施工就好了。对、啊，哎，方向盘有 OG 有赞助。对。我们有拍了，有拍了哈、哦。对，这个赞助，这是第一台他赞助的了。赞助第一台啊，其他都上架了。其他上了。怎么了？好，啊，后面了，后面再拍，后面也一点点呐、啊。啊，后面也是有一些。对啊，好、哦、像、啊、这个那个做的。不过整体来说是状况还 OK 了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顶起来看一下，换底盘啊，有没有漏油漏水什么之类，我们再看一下。顶起来了。一边打一边打咩嘞？啊，这有处理过。哦，这边这个是胶嘛？对啊，胶。备注箱这边有处理过。打过胶。哎、欸，但是这边就哇，蛮新鲜的。啊，这边也都是的。这边有可能是洪亮机啊，洪亮机啊，用完过啊。对啊，看起来蛮新的。那应该有换过。那个避震器东西呢？对。新的，那底下这个底座底下这么新的。啊，这个也是新的。对，看起来是新的。啊，轮胎几年的？2008，轮胎应该还蛮新的了。刹车还蛮厚的啊。哦，有吗？可以，新的嘞。哇，避震器细细东西呢。哎、后面轮胎跟前面不一样哦，后面是2018年03周，经历当然是要用可以用，可是我建议换掉会比较安全啊。这底下欠毛啊，这底下欠。哇，三脚架底下欠毛啊。哇，你看这边一样。避震器底下枪啊，轮胎对，后面两个就是比较老一点啊，对，两个一起，会不会看到只有那一个最新哦？不会啦，一次就换两个，它是2008周换的，看完了，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你讲下骹拢打没有？哦，可能已经老了嘛。所以先看顶头吧。
这老老家贼啊，有啊，哎、欸，可是后面没有肉呢，前面肉比较多，还有侧边这边呢、啊，这边肉最多，这边连水管下面都是。他话新的啊，油刚刚我刚捡出来，做发动的时阵小搞声，但是发烧都好，一开始嘎嘎嘎，这下就无油啊。嘎嘎嘎，油不够吧？没油啊，他应该油加不够啦，油管是干的，我刚刚有看的。然后刚看那个避震器也都新的、啊，离合器也都新的，赞。水泵你说新的哦，所以只是正时皮带，到时候要看一下。啊，拎铁定吗？对。那个就是喷出来的油哦，冷气离合器这边。有，看到。对啊，这个这里这个缝这边，那就是嘎到那个油。那皮带看起来干干的，有冷气会冷就好了。那这一台就没什么东西了，就漏油，主要是这一边呢、啊，就鸟盖换掉，还要洗一洗。你告诉人先叫伊有无？先说，因为这伤高啊，已经高到伤咸。先用油水用用的洗洗的，啊，再过再换这块挂，这挂手拎，安尼应该都无啥问题啊。良好。这会不会有点高？不会。那29，爆炸、啊，随时都会爆炸、啊，随时都处于亢奋的状态。上次我车出现那什么状况，果然是一匹好马。对，这样代表他会跑。对啊，应该是从上面流下来。好，好了。对啊，后面都看完了、啊。好了，下来就是先洗一洗了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Ultra Dash Z3， 地表最强的 Dual Lens。啊，油底壳怎么洗？不是也要称起来啊？油底壳要请蔡生。我不行，你要看到我今天。好，你故障。我故障，我底壳顶不起来。不然就人躺下去嘛，叫一个女生站在这里，就把它顶起来了。哦，我那里也故障了。那里故障啊，我倒啊。我手上给刮清洁，这次要拿刷子来刷了。对啊，之前换方向机的时候也没有洗，才会有那么多油。有可能啊，一般人不太会洗啊。看一下，它变速箱原本是有颜色的，是有颜色，不是黑的，是黑的嘞哈。我刚修过的空气啊，我用空气，好，我再澄清一下哈，洗引擎不是代表吗？油弄不见了就不见了，其实洗完之后，你一发动，油漏出来才叫明显。假设发动了。很新鲜的留下来就知道了，豆油。哦，金宝喜欢弄。哇，金宝清洁好不好？哦，现在很清，啊，清爽哦。有没有？哦，不看嘛哎，干净。好了，可以开了，让你开三天，看会不会有新鲜的流出来。喜欢的话哈，要记得要下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我才可以做更多的公益车。后面还有好几台，我赶快做一做。好了，耶、yeah。哎，这是新鲜的油，然后下面也有一些油了，下面也是湿的，然后这边是湿的，然后这里有新鲜漏出来的油，漏了。你往这边从下面拍。哎，啊，那边呢？啊，有哎。没有。漏很大，真的漏很大。泡啊，也在漏。你看泡这边有一滴啊，我看到有看到，这样可以。哎呦，看到，这样就拍得到。泡在一颗，好大一颗、喔。对，很大一颗。其他的话就还好了。这边还没洗到。那这边就等到时候看看里面的油封了。这边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凸轮轴油封跟曲轴油封，可能是这两个。哦。对，然后还有鸟盖那边，嗯，大概是这几个地方。这几台灯它都开足久的啊！
这路上还很多哎。以前这个有计程车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计程车啦，警车啦。警车有一批也是用这个，不能用。是哦。对，可是已经都淘汰了啊。有注意的人就知道。好，方向盘你用了，只剩下椅子，我们自己弄一下就好了。嗯。他也都把那种爱情刀换 LED 了。我看我偷偷瞄到了，买了两杯拿铁。泰山不能喝奶，他喝奶会怒怒症，屁股会怒，屁股会怒。好了好了，我那我等我一下，我买一杯咖啡送你喝了。我那边有你等一下。